今行くからね。OK， 来玩这一款比较奇怪的游戏，画画游戏，它叫做 Color Fun。我现在试试看好了。杰尼龟怎么样？看广告是啊。然后我们要涂颜色，看起来要涂颜色。一的话啊，一在哪里啊？不知道一在哪里。二嘞，它这有提示是不是？是这样吗？然后二，哇，这个看得很不清楚哎。它的那个可以放大吗？可以放大二，我看得很不清楚哎。然后再来是三，是不是？这个比较可以适合给小朋友玩，可以推荐给小朋友玩。然后五给他涂一涂。好，六、七。其实照他的步骤做啦，啊，他就自己移动嘛。好，杰尼龟快完成啦！杰尼龟怎么这么多？看不到，看不清楚，看不清楚，你要放大一下。涂错的话好像没差哎，涂他旁边好像无所谓。那没有哪边啊？哦，这里。再放大一点点。怎么那么复杂啊，杰尼龟？这里是不是？哇，这里竟然还有藏一个。这是点点点的游戏啊，不是画画游戏。它自动帮你涂颜色。自动帮你涂满。这游戏你不要小看它，500万下载次数，500万，有500万人下载这个游戏，真是想不到啊，这个世界上无奇不有啊。游戏11，这里是不是它慢慢变色了？哇，找不到了欸。11在哪里？11在哪里？11在哪里？这边有广告欸。找不到要看广告是不是？就要找找看啊。Color Fun 也太难了吧。藏在这里。藏在这里，终于找到了。涂的时候要注意一点。好，13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完成一只可爱的杰尼龟啦。14。其实这个游戏我可能不会上传啦，我不会上传。蛮好玩的，对不对？15，还有哪里啊？这里，16，给小朋友画画。觉得点一点，画画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要很有耐心。他不会跑太远，就是在附近。
哎，我错了，这个有点远。啊，二一，我们今年柜已经快画好了欸。哇，这一只画起来真的蛮花时间的。现在开始涂背景，开始涂背景。哎，还有哪边啊？哎，金灵龟怎么那么远呢？哦，远远的。接你，接你。好啦，这边就还好了，这边就是背景。把它涂一涂，成功之后有没有奖励啊？不知道欸，就有一个小姐下班回家之后遇到这个杰尼龟，她就以为杰尼龟要给她那个做坏事。欸，找不到了，应该是有漏掉的，这边吗？不像啊。然后杰尼龟就跟她说：“杰尼杰尼，我要杰尼杰尼啊。”冷笑话，杰尼龟。哎呀，找不到啦，杰尼龟，杰尼龟，啊，在这里。抱歉，没办法，这种游戏旁观者清嘛。二五。这我可以推荐给小朋友玩。好啦，那后面就简单了，后面就简单了，后面就简单了，因为大部分颜色都被我涂过了嘛，你比较不容易卡住吧？稍微找一下，应该有漏掉的。啊，二八，把这涂一涂啊，二九。蓝色的部分啊，青天空蓝，所以这个画家很厉害啊。我们只是涂颜色就觉得有点难的，更何况上面要把它画，还要想象出，想把这个画给想象出来。三十，你可以找那个七龙珠啊，或者你喜欢的一些漫画啊，鬼灭之刃啊什么的，自己来涂一下这个游戏。下面有广告啦，毕竟人家是小游戏嘛。你这图片应该是没有版权啊，不怕宝可梦告他吗？宝可梦应该没那么爱告人啊，还差一点点嘛，他们有提示。找不到啦，卡关，广告出来，让你看广告。三一在哪里呀？哎，真的找不到哎，这么这样对我啊？哇嘞，卡关，这是会卡关的游戏啊，在这里，看藏在这里，这么小。这些小小的方块、碎片什么的就会卡关。哎，这边没有是不是？又不知道藏哪啊，在这里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呼呼呼呼呼呼呼！成功啦！成功应该会请我看广告吧？会不会？我的奖励就是看广告。OK，成功，99%啦，99%啦，啊，最后一个藏在哪里？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他藏在哪里啊？一，
为什么要显示一啊？一在哪里啊？哦，这里有漏掉，这个眼睛有漏掉。哦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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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功了，成功了。继续会不会看广告啊？继续，成功了。这边有七龙珠嘛？然后还有其他的鬼灭啊，火影忍者啊，其他的不知道，那美少女不知道。皮卡丘，这个看起来比较简单。皮卡皮卡，皮卡皮卡。就如果你真的是很无聊的话，可以下载这个游戏玩玩看。它也没有音乐啊，我再放个 BGM 吧，放个 BGM。哇，每天好像都有新的图库跑出来，就自己画画，满足一下涂颜色的乐趣，没有真的画画。好，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吧。我不知道会不会上传不知道这个上传会有人看吗？七龙珠，宝可梦。我完成一张了。火影忍者，性感的强子，鬼灭之刃，有海贼王哦。我真的看不出来，这个感觉都自己画的。我的英雄学院也有。这个有的好像他们自己画的。美少女战士这个比较老一点的。原神哦。原神你们认识谁啊？我都不认识啊，这样看不出来。八重子是不是雷电将军什么的。动物间谍过家家，这个台湾叫什么，反正就是 family， spy family， 就翻译不太一样吧。这部动画蛮好笑的。咒术回战是最近的那个打架漫画吧，大概200多话了，我就看100话就没看。哇，崩坏新鬼也有，星穹铁道，崩坏3123还有星穹鬼道，他把它合在一起，是动图是怎样？日漫，真的被归类在日漫。女孩、男人、暗黑，这碧蓝航线也有，钢弹也有。钢弹这个应该蛮帅的，但是你弄完这应该蛮帅的。死神。鲁嘎游是什么？游戏王啊，游戏王，进击的巨人，可爱，数码宝贝，赛博朋克，英雄联盟，守望先锋，妖精的尾巴，东京损种是不是啊？这个字怎么念啊？不是念死，圣斗士这么老的也有，圣斗士我也想要画画看。可是因为时间有限啊，我们就不画。电锯人新的漫画。格斗天王吗？而且格斗之王，对啊，这街霸不是街霸，那个拳王，年翼是什么？年翼初音未来卡比，这游戏500万下载次数不开玩笑啊，不开玩笑啊，大家知道就好啊。星之卡比这个小朋友很喜欢，我可以推荐给小朋友玩。我们家小朋友很喜欢玩这个星之卡比。反正这游戏叫 Color Fun， 我明天再推荐给他玩，他应该会觉得蛮喜欢的吧。OK， 我们就玩到这边咯。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